而且我还问过我台东的朋友说，我说哎，台东到底有什么就是可以吃的东西，就是比较好吃、比较推荐的啊？我去哪里啊？就说看你想吃什么哎、欸。然后我想说，哎，我看我想吃什么啊？是不是有很多选择可以选择？他说，就是台东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看看风景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说，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看风景，然后风景可以吃吗？说他其实他也不知道台东要吃什么。你现在都在高雄，那你也是很会躲耶。